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 gomarkets 一站式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助上一臂之力。今天是7月10日星期三，我是 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本地市场情况。那昨天澳洲股市呢，整体相对来说表现较为平缓。截止收盘，澳洲股市一共是下跌，轻微下跌 0.1%， 收盘依然在6665点的高位，距离历史最高的6800点呢也不到 2% 的距离。中国方面呢，昨天上证指数是轻微上涨，而深圳方面呢则轻微下跌，两地的指数波动都在 0.2% 以内。最终沪深300的大盘指数呢也同样轻微下跌大约 0.1%。在欧洲方面，英法德平均的跌幅大约有 0.1% 至 0.7% 不等，而美国三大指数在昨天道琼斯指数呢是原地不变，但是纳斯达克和标普大盘则分别有小幅的上涨。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1395美元一盎司，而比特币价格则再次达到惊人的12500美元一个，对比周一时候的10001000美元呢，目前是上涨超过了 12%。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跟大家首先聊一聊最近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金融市场出现了一个比较令人惊讶的事件，就是诺亚旗下的一个私募品牌私募基金出现了35亿规模的暴雷事件。那么可能有的朋友们不知道，诺亚财富作为中国知名的第三方财富管理品牌，旗下管理着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资金。本身诺亚财富呢也是在美国上市。那么他这一次发出来的这个丑闻或者说是暴雷的产品呢，是叫做诚心国际。其实本身诚心国际呢也是在香港的一家上市公司。之前诺亚呢为诚心一共呢是发行了34期的产品。产品的标的物是叫做一个供应链金融。什么叫做供应链金融呢？我跟大家简单普及一下，就是这个诚心国际呢本身它是京东的一个供货商。那么我们知道呢，由于京东它是店大欺人，通常来说供应商给它供货之后，它需要呢是在90天到120天才会付款也就是说我给了你的货，你要3到6个月之后才给我钱。一来的话呢，这个3到6个月的利息京东就赚了钱。第二，资金使用率对于京东来说也能够大大增加。但是供应商那就苦了他3到6个月才能还款，那么这中间的差价就要他自己补上。所以呢就有了这个叫做供应链金融。作为这个著名的上市企业的供应商比如说是给京东、小米或者说是天猫供货，那么这个供货单其实并非要等到3到6个月才能兑现，实际上呢可以找第三方来融资做担保比如说我跟的是马云，或者说跟的是这个京东，给他供货，他由于企业本身非常著名，体量非常大，因此呢基本上来说他肯定会在3到6个月之内给我钱。那如果我现在想拿到钱怎么办呢？我可以找第三方愿意冒这个风险的人提前给我100块钱，我可以按照95折、92折的方式提前拿到货款。这个呢就叫做供应链金融。那么为什么这一次的事件比较狗血呢？首先我们知道呢，这个诺亚财富呢为这次的诚心之前发了34期的产品现在暴雷出来，他是说到他也是受害者，并不知道诚心发票作假夸大了呢他和京东的业务范围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是前面只发行了1期，现在是第2期发现作假，情有可原。你帮人家发了34期的产品，都是无辜的，都不知道。而且这一次我们知道这次为什么诚心的董事长这个事件会曝光，其主要原因呢就是本身诚心国际的董事长呢是和诺亚的董事长正在办公室里面聊关于35期产品的发布。但是我估计呢，诺亚觉得这个窟窿实在太大，要是再下去的话呢容易把自己呢也拖下水。所以这一次呢诺亚呢直接报警然后呢警察是在诺亚的董事长的办公室把诚心的董事长给抓了。你说这样的剧情狗血不狗血？
毫无疑问的是呢，其实这一次事件啊，应该说的话呢，本身其实呢，诚心发票造假是几乎板上钉钉的。但是诺亚财富包括下属的第三方资产管理机构，本身也存在着啊，对于这个项目把控不严、风险管理不好这样的疏漏，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次事件呢，其实我觉得事后啊，这个诺亚董事长说了一段话，相对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实话的。虽然他在话中也为自己推脱，但是呢，他说道，本身这一次事件是处在一个信用周期的尾端，当经济下滑的时候呢，很多的抵押品它本身的价值已经不在，同时另一点呢是呢，这些本身投资的项目它的回报属性也会大幅降低，因此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呢，会出现很多的暴雷事件。的确这一部分是没错，但是下一部分他说到呢，作为金融企业啊，遇到暴雷的事件是无可避免的，我觉得这一些就有些推卸责任了。毕竟呢，虽然不是你本身去投资的，但是诺亚财富作为第三方管理机构，他有责任为投资者做到尽职调查。那么我们普通的散户投资者对于这次的事件能够学到什么呢？很大一个我们想要说的呢，就是目前在经济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到自己投资产品的一个流动性风险。什么叫做流动性风险？就是我今天买入之后发现不对头，我明天立刻可以卖掉，这个就叫做流动性。比如说我投到一个私募，这个项目本身听上去很好啊，三年翻倍、五年十倍啊，但是一旦发现是一个不对啊，或者说呢有造假、有欺骗等等等等，可能会有重大的亏损，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卖出去的，你只能得到下一个接盘侠，或者是这个项目本身上市才能套现。所以相对来说啊，与其投资私募，在目前的国内经济情况之下，相比较我们还是投资股票要来的安全一些，至少它是属于一个高流动性产品。今天不好了，就算跌停，就算三个跌停、四个跌停，我依然还能够出手啊。那么相对来说，澳洲的股票那就更安全一些，特别是那些啊大的龙头企业。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呢，特别是虽然说我们知道消费相对疲软，但是比如说澳洲的房地产正在反弹，比如说铁矿石价格创下新高，那么这些行业的板块的龙头还是值得我们去投资的，而且本身他们的流动性风险也是非常小的。所以这一次呢，其实诺亚财富爆发之事件可能不是诺亚啊，下一个可能是东亚或者西亚等等等等啊。如果经济不好，企业融资难，实际上呢就逼着很多人去不得不造假啊。所以我们的散户投资者在这种时间段之内一定要刷亮眼睛啊，特别是呢，如果我们要投，一定要投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资产，比如股票，比如石油，比如黄金，比如外汇，这些即使今天走势不好，我在下一分钟可以立刻出手来减少我的损失，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流动性的重要性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 GoMarkets 每日财经快讯的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